有什么，所以其实是加分。我觉得要看怎么走不了路。你们如果知道你们喜欢的男生他有落入的话，你们会有什么想法？我还好，但是我想法还可以。嗯，尝鲜感，真的没有吃过。那像我的话，是拍入多一多到的，我会去入多，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挑战极限，可以让女生更舒服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开心。在右边的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衣服里了，好不好？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。时间的好朋友了，所以这个比较轻松一点。对他有好感的男生，跟他聊天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他有露珠，那你们会对这个男生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观感？我要勇敢尝试，会去试。对你来说是加分的，还是会有什么心情？好，无从得知，也不知道要期待还是要害怕。一模年龄了，会有什么想法？ Oh my god！算加分，因为我觉得男生有勇气尝试也算好客。衣服叠的话是算加分，但是要看那个师傅怎么处理。你的身份不的需要勇气，就是你现在的职业是，你现在是 AV 女优。AV 女优，我觉得我也觉得蛮开心。有所以其实是加分。我觉得要看重。右边呢就是我的。你会有什么感想？他20岁可以吗？为什么要加分？他20年前是凤小岳，没有试过。大哥一样，直接就换一个像，他一定会去出来。这是快的话，不是我想象中。我老婆跟我讲过，然后网络上的照片都很走路，性感的拉拉又出现了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从脑袋里面冒出来？说不定是好事啊。有没有使用？没有啊，还没遇过。无法评估。对，这个会变大吗？对于女生的紧致感会更明显，这样那还不错啊。就我的角色是造福女性的，都是我们的女神雪碧，很久以前的女神了。没有，一直都是。10年后还是希望啊，对啊，希望的，可以啦。你会对这个男生入住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喜欢他这个人的行为地位啊，我应该会很开心的试试看看。如果有加分的话，我可以多加几颗也没关系。我朋友女生有使用过，对。超厉害，超厉害！啊，我都没有用过，不知道。那这个会乱讲，走不了路，真的走不了路。那如果鸡鸡很小又露出，就是更好啊。如果鸡鸡很小露出，然后又被露出来，那真的没办法，没救了，没办法。你们敢看现场吗？现在吗？所以你是可以，可以，但是他不行啊。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吵架。我帮他看，他帮我看。先跟我下楼。好，会不会变成性幻想对象啊？对啊，对于女生来看，会不会是性感的？幻想之欲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我也想要看你老三，现在是三圈。哎，我说到了，还好耶，谢谢，不过真的需要很有勇气，因为很痛。我觉得不痛，我也中间有，我也特别有感觉。OK， 好了解，我要去当 AV 男优。真的吗？没有啦，我不行当 AV 男优啦。可以。做 AV 女优会怎么样？好像不好哦什么？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新兴的职业，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辛苦的地方。对，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我就有点不要了。他没办法接受，他会怕。我说我是不演。小鬼，那我问你，我看你会不会怕？他意思是说我很爱你，但是我不需要知道你长得怎么样。哇，想的男人没有过去，是不是很像青霞战士？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好看的啦。我现在是三圈55颗，我算了一下。最近没有少，因为我保养的时候拿了一分。这件事情在前三周的时候，而且我平常挺清关这样。你如果前三周有信心的话，会掉工作。没有信心，工作没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这样。直接给你看现场，然后你想看。看你的那个下面，我看一下好了。你像肿瘤哎，这里不真的，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觉得，目前看过的算
是猪猪最多的啦。三圈。艾迪达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我大开眼界，真的。可能这边猪猪算是我看过的。最后一次。对啊。要试试看，会有加分，都会有加分。重读一定是很多人的不好。对，没有，我都跟他们说我要工作，不要来帮忙。你好红哦，靠重读。哎，跟你在一起就像吸一样。那我今天想要吸会吗？哦，好，我下不了台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是我久仰大名的女神。这种见过面吗？见过，但是没认识。我不认识。特别去装熟。哎，我也是哎。为什么会久仰你？因为我的员工是你的铁粉。是谁？他们？是一个。那他怎么没来？他就是会害羞，他每天都在洗脑我。是女生。对。这是什么梗？拜托，这就怎样？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讲，拿其中一台就是桌面。我觉得有点被洗脑，因为我是啾啾的粉丝吗？所以你是吗？我其实不是。算我把糖果送你。不是，你先听我讲完。我之前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可爱型的女生，所以我如果在那边说我是粉丝，我很假，真的觉得必须要来那个增加一下员工福利。我今天特地去印了你的照片出来，我希望你可以帮他签名一下。还折成这样。这是一种守卫感。你可以帮我写他的名字吗？就是给谁？哦，给他的是。他叫保罗。保罗。那个保罗。老板人很好哎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他毕竟一直跟我强调说你是女神，你就必须得要帮他争取一下这个员工福利这样。好，进入正题。因为他有好感之后，如果发现哦他有陆续消息，那你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，就哦有陆续。问号有就用啊，我爱他，他就是没有录。那你觉得是加分还是？哦，我那个男朋友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录，然后后面不是录。嗯。你们太细吗？哎，受伤有点反感。那个形状不对了。有些男生就是在跟女生做的时候会说什么，我要把你面孔的形状不对的，那个形状的意思。适应度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我要问你这个问题，我需要勇气，但是我什么没有，我就是勇气。好，我也最多是主。是真的很多，我想看。可以啊，又不是没看过几部。哎，你真的要给我看了？本来幻想应该是一根距离，但是还好，两圈对不对？三圈。对，我觉得有些女生那边啊，这个给半天吃过的。真的哎、欸。对啊。谢谢我们啾啾第一名。耶、yeah. ！哇，荒唐乱拍。